宣布说停班停二，我们就不得不停。啊，停班停二给他请掉好了，起掉掉新闻处长的出口，他们代表部请掉。就为新闻话，啊，你那个特别走来，我这一定爱来的吼，因为这吼除了有家己出个阿伯吼，即讲拢在遮，啊嘛是有遮记者朋友安尼甲我牵线，哦，更加侪人熟悉了咱这里安全多啦，所以咱记者朋友是非常的辛苦，啊嘛非常的感谢大家啦吼，啊而且简单。那么趁中秋佳节的小节节日，然后人家看到就祝福我们这边所有的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安家首先代表啊，这个吴市长，来啊，大家表示敬意啦吼。市长出国以前哦，伊特别有交代讲，今仔日这个会足重要，较无闲一定爱来就对啦吼。所以才吼代表市长向大家表示啊敬意啦吼，因为市政府侪侪政策。总靠大家到三家去做啊宣传吼，所以才大家表示感谢啦吼。啊，这个记者节吼，对我个人来看吼，我感觉讲参足侪职业节日吼，其实是足无共款的。安那讲呢？由于这个记者节吼，会当提升到咱啊啦舆论的自由哦。提车单票言论的自由一票一票了吼，来，150号，150号，请掉了，150，有无？有啦，好，来第二票，176。一百五十千。